今天又是吃肉的一天，做客有鸡肉、羊肉、红柳枝烤肉，还有凉拌牛肉。我大姑又要辛苦的忙碌起来了，牛肉汤。哇，这一大锅羊肉太给力了，做汤饭，擀的面皮儿。客人们也都到齐了，看我们家这些马奶子葡萄都熟了，赶紧来做客吧。我们又开始烤烤肉了，红柳枝烤肉最正宗的啊，看到吗？新疆天天吃烤肉长大的胖子，这就是活生生的案例。走，然后烤完开始搂串了。来新疆就得吃这样大串的羊肉串才过瘾，才正宗呢。刚才的羊肉就是从那一群羊里面的一只羊肉啊。9:40了，太阳才落山。这边还可以钓鱼、游泳都行，火马上也快烧好了，就可以烤烤肉。